来，快喝点粥。今天是男朋友一定要学的小米南瓜粥，没有男朋友的也要自己动手哦。我觉得买点小米、红糖、红枣煮碗粥，比一句多喝开水有用多了。20分钟后，加入一大勺红糖、枸杞，再煮5分钟。一碗不仅暖胃还暖心的小米南瓜粥就做好了，快做给你爱的人吃吧。